有掌声。好像很好玩耶。对，你穿得很乖。很乖。前面就是和田江。右边拍照要钱。哇，就是这里。哦，它如果有雪，一定很漂亮。后面有可爱的小木屋。好，你已经偷懒坐了一趟接驳车了。到喽。哇，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耶。说，我们偷懒搭车，然后这一段路就有人刚边，大家走上来都是这样，行了，就不会那么喘。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。走。上看的风景现在在我们的眼前喽，还有一点点雪。有没有？展望台啊、哦，我看一下在哪。有哎、欸，上面有很多人，这里。对。那么冷的空气，好新鲜啊！真是太新鲜了。我们要来，哪呢？哎、啊，为什么要在这？来这边。对，差不多。这附近去逛一下。对。太危险了！哇哦，它的屋顶好厚哦，很厚实，这么厚。白车厢，这也是神田家。香肠，是限定版的香肠。OK， 好，这个稍微冷一些。我来先吃一个团子。好。很像马蹄，然后有烤肉酱的马蹄。像的吗？这个也蛮好吃。三间小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三间小屋。有几人呢？
这是和田家。有，从那边走下来的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吃的晚餐，小天鹅，现在要去排队。是什么？